作业，这个大的上哪儿去了？出来出来出来，让你写作业，你竟敢给我藏到这里面，出来！这二宝去哪里了？我叫他洗澡也看不见个人儿啊的。哎，这怎么还一个箱子，还是个脚丫子啊？哎，藏这儿了，出来出来出来，赶紧去洗澡，快点。哎，这个小不点儿呢，去哪里了？我让他吃饭，我做好饭来了，人儿呢？哎，让你得偷看手机，出来出来，吃饭吃饭吃饭了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我全身都在痒，我心里也在痒，我一整天都在挠痒痒。